사랑하는 성도님들, 우리의 영혼에 눈을 뜨게 하시고 아름다운 천국의 길을 갈 수 있도록 인도해 주신 사랑하는 주님의 그 귀한 사랑을 생각하며 함께 천국의 길 찬양 드립니다. 눈을 뜨게 하시고 천국을
우리를 지명하여 이 제단에 불러주신 아버지의 사랑을 생각하며 나의 안에 거하라 함께 찬양드립니다. 주시는 직무대행님 위해서 예배를 위해서 함께 기도하시겠습니다. 할렐루야. 사랑의 아버지, 감사합니다. 아버지 하나님 감사합니다. 오늘도 아버지 예배를 통해서 영광 받아주시옵소서. 감사드립니다.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 이름으로 기도합니다. 아멘. 다같이 묵도하심으로 주일 저녁 예배를 아버지 하나님께 드리시겠습니다. 一起拥抱到江主完礼拜献一副神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아멘. 唱 赞美 193首。 你曾否靠耶稣宝血洗净罪？ 曾否洗于救主宝血泉，却是依赖救主施恩典重罪，曾否洗于救主宝血泉，在主血必要洗，洗净罪方可以成完全，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斑点，必要洗于救主宝血泉。 你愿日日顺从救主行福禄，曾否喜于救主宝血泉？望主引导，一心依赖他保护，曾否喜于救主宝血泉？在主血必要洗。 洗净罪方可以成完全。
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斑点，必要洗于救主宝血泉。新郎再来，你所穿洁白衣服，曾否洗于救主宝血泉？圣徒被接，是否愿去享天福？曾否洗于救主宝血泉？在主血必要洗，洗净罪方可以成完全，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斑点，必要洗于救主宝血泉。新郎再来，你所穿洁白衣服，曾否洗于救主宝血泉？圣徒被接，是否愿去享天福？曾否洗于救主宝血泉？在主血必要洗，洗净罪方可以成完全，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斑点，必要洗于救主宝血泉。一起来做几项祷告。首先为主牧师做祷告。온전히이루시기를원합니다아버지역사해주시옵고더창대하게크게이루시며영광받아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립니다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합나이다아멘대성전건축을위해서为大圣殿建筑做祷告하나님감사합니다아버지우리에게대성전건축의꿈과비전을주신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하나이다우리모두가개척때부터믿음으로사랑으로아버지믿고열심히기도해왔나이다아버지이제때가이른줄로믿사오니아버지가이루시며열방의여령들을통해이루시고아버지가친히이끄시며함께해주셨기를원합니다모든걸역사해주셔서우리모두가먼저마음의거룩함과성결을이루게도와주시고우리모두가사랑의마음으로하나되어서아버지기쁘시게함으로신속히이룰수있게역사해주시며축복하여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합나이다아멘为见证话语的代行李守正牧师做祷告，为蒙恩典做祷告之后，做代祷。혼영및관절골수를쪼개수있는귀한말씀이되게도와주시고모든성도님들말씀통해서변화와생명은혜되게축복을역사해주시며함께해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립니다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합나이다아멘亲爱的父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让我们能听到圣灵的声音，能够倾听听到圣灵的主管，听过主牧师，让我们能够听到这生命的话语，在晚礼拜又能够线上在礼拜。也感谢父神，父神的爱显于我们面前，又差遣独生子来到这世上，为了拯救我们。我们也感谢这样的父神，还有直到十字架上死，打开了得救的道路，也感谢主为了我们不断的献上宗教祷告，帮助我们的软弱的圣灵，也感谢父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三位一体神的大爱，献身牺牲的牧者的爱。我们想到此的时候，我们万民在所有的方面都有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要勤奋，不要
我们要努力的去读哲牧师的著作，要结出传道的果子，还有就像说我们要在光明中一样，他儿子的血将我们能洗净我们。这次院长所引导的圣灵充满祷告会，希望我们圣徒们都能够参加拆毁最强行在光明当中，能够成。还有九月份次聚会的时候，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医治，因为父神监察一切，在职务代行借着话语的时候，还有让我们都能够回头行在光明当中，这样引导我们。也感谢父神今天见证约伯记讲解的时候，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灵与诚实的献上这礼拜，我们都能够打破我们自己的意念和想法，能够以是和阿门来获答，还有安昌谢牧师也能够主操余下的礼拜平安诗班的先师和那些管弦乐团的演奏，也求父神悦纳哥伦比亚万民教会天上荣耀组和线上特别先师，也能够使父神得到恩，父神悦纳，我们也能够得到恩典，还有通过各种媒体所线上礼拜的所有的观众和我们圣徒们，都能够赐给天上的奖赏，赐给大恩典，还有所有辛苦的人员也赐给天上的奖赏和在地上肥美的祝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蒙恩典的经文是约伯记十章十三到22节。然而你带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重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者攻击我，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前，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죽음의그늘이져서아무구별이없고광명도흑암같으니다아멘샬롬성가대와니시오케트라의찬양과연주가있겠습니다下面有平安诗班的先生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Thank you.
아멘. 특송이 있습니다. 콜롬비아 만민교회 要特别献诗，哥伦比亚万民教会的天上荣耀组合。这次特别献诗呢，是海外执教会的顺序，由哥伦比亚万民教会天上荣耀组合来献上。哥伦比亚万民教会有张承宪牧师来担任，是西班牙语，是八个国在传播着圣洁的福音。今天所献上赞美诗万民赞美233首，以西班牙语的赞美。 一起由献上舞蹈，将荣耀归于父神。La mirada suave de amor de Señor，como dulce lluvia fluye sobre mí。 Salve mi vida. La voz del Señor es tan amable. El amor del Señor me da la vida para salvarnos a todos. Cuánto dolor sufrió el Señor. Ahora entiendo su corazón.由周代献礼首者牧师来见证约伯记讲解第24讲。感谢现场特别献诗的哥伦比亚天上荣耀组合，同样是赞美，但是用西班牙语来唱呢，有一种不同的感动，还有感谢舞蹈团。介绍讲谈献花，献花者是四迦南金太直执事。 将一切感谢荣耀都归于在疲惫的人生道路上没有盼望的我面前，以一丝的光能够遇见我灵入见赐给祝福的父神，以生命的话语和全能能够让我看到神是活着的神，并且尽心引导的宝贵的牧者，以牧者的心引导着万民，并且带领着万民的植物带行，还有让我们能够做祷告的院长，也感谢您，感谢这一切献上讲坛献花。 感谢您。下面有两周的圣灵充满代理祷告会，为了恩赐聚会呢，一起来线上，大家要好好的理解名称。以前呢是，我们做了两次两回的特别代理祷告会，但是呢这次呢是21次，是一回的特别的这个定期代理祷告会。 这次呢，因为有呢中秋，也没有办法来进行三周，所以呢，我们从这一周，然后特别的进行两周的特别的代理祷告会，是圣灵充满代理祷告会。所以大家呢，不要混淆了，好好理解就可以了。还有两周将进行的特别的圣灵充满祷告会。
参与你祷告会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应允和祝福，得到医治，都能够成为遇见神的圣徒们。无论是疾病还有世上的问题想要得到解决的，还有祷告题目，如果有这些的话，那不是说有人要去替你献上中保祷告然后得到应允的，而是呢自己呢要在神面前呼求祷告，要成为父神所悦纳的祷告，而且得以变化成为父神所喜悦的面貌，那么才能够在主仆或者是属灵的人给你做祷告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应允。那如果说不是那样的话呢，父神就算是再次给如同瀑布般的恩典，那么别人我旁边邻座的人呢得到了医治，也得到了做工，但是呢自己呢却得不到这样的应允，那么就是自己没能够献上这样的祷告和馨香。那么这次通过大以理祷告会，特别大以理祷告会，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应允，得到祝福，都能够成为尽情做见证的我们所有圣徒们，来进入正道。亲爱的各位圣徒们，上一讲呢我们讲到了约伯对神说，是神精心的来创造了我的灵魂肉，但是为什么现在却这样的欺压我，让我受苦呢？这样说并且呢埋怨神。那今天呢他这种叹息呢还在继续。本文经文10:13，说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我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那对此在12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守我的心灵。那是这接下来的话。那这话如果说我们来进行说明的话，就是说神赐给我了生命，赐给我祝福，又主管我的心思和意念，让我能够敬畏神，让我追随善。但是这样显于我恩典的时候，是提前计划了想要给我的患难，那现在我才知道他这样说着来论断着神。那约伯呢一直就说神是这样造了我，这样造了我，是这样精心的来创造了我，然后呢立马又说就像是团泥一样，像团泥一样这样造了我，然后又说现在又是说保全我的心灵。他的说话呢前后根本就不搭，说又赐给祝福，又给我这样的祸，要赐给我这所有的祝福，又说那之前就已经计划了现在的患难，我现在才知道这样在说着论断神的话。那我们圣徒们，那在神赐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会想着以后会降祸于谁吗？绝对不是的。那对此呢，就是说约伯呢在透露出他的情绪，他在说着恶语。那么他说你，我知道你久有此意，他认为他自己是非常了解的，他因为他不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呢装作知道，所以呢他也一切的朋友们的劝勉呢劝解他也都是不听的。约伯的学问和知识的水准是很高的，那么认为自己认为知道，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骄傲。如果说是明白神的旨意，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按照那旨意去行的话，那就是祝福。那么就像约伯一样，如果说不知道神的旨意，反以为自认为呢明白，那反而呢是做了违背神的一些行为。那在属肉上的骄傲呢，就是想炫耀自己，这无视他人，表面上显露出来。那因为表面上已经暴露着这些，那为了离弃这些呢，一定要付出努力，要会努力的去离弃。但是呢这样的骄傲，那比这些骄傲更可怕的呢就是属灵的骄傲了。那属灵的骄傲呢就是很难说自己发现或者是能够离弃。那属灵上骄傲的人呢是觉得呢是聆听神，听了神的话语的知道，然后呢去指责对方，去定罪于谁，打破秩序，那认为自己明白很多的真理，所以呢以这个真理的尺度呢去丈量别人，然后呢又说哪个是错，那认为呢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呢照真理来做的，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还有的时候呢，努力也尽忠了，也得到了认可了。那么这些如果说呢，在属灵上面抬高了自己，那对于那些没有尽忠的人、缺乏的人呢，他就会去评价人，让人家很有压力，因为他自己有尽忠的方面。那这些方面呢，就是属灵的骄傲。那此外呢，还有很多方面，那自己呢要查看一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面貌。那现在在我们的面貌当中，如果说有这样属灵的骄傲，那理由当中呢，就是说，因为我是万民的工人，那比离开的人是强了很多，那这样想的情况，那在自己的错觉当中，那那个人呢就离开了教会了，他发出恶来，那自己里面呢也有很多恶的，那这样去论断定罪，絮絮叨叨把别人的缺点全都说出来，那这样做，但是呢，认为呢，我还在这个祭坛，我还在尽忠，所以呢，认为那些都没有，自己没有错，那么这样的骄傲，这样的面貌也要悔改，回头要发现。那如果说还没有发现的话呢，真的是让人非常心痛的事情。那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呢，自己你那这样的面貌还是有的话呢，要查看一下。那如果说以前有这样的面貌，那如果说现在没有离弃的话，那么还是存在的。没有做就没有吗？不是，那环境条件还没有到呢，所以呢没有发出来，没有暴露出来才可以，但是内心里面这种罪行，这种恶还是存有的。那么一年、两年、三年前，或者是五年前、十年前的这些的罪恶呢，一定也要找出来，我们拔出净尽。那到这个拔出为止呢，要祷告。那属灵的骄傲呢，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在我自己不知道情况下呢，就会发露出来。那么属灵的骄傲是怎样出来的呢？那好像是自己听了很多的话语，认为自己知道，而且去指责，去定罪于他人。当然呢，自己呢带着神的话语呢，正当的来分辨是非，自己是这样，自己呢是带神的话语去正当的分辨是非的，所以呢，他不认为自己是发出恶来，不知道自己是错的，那也不想说别人的责备呀，别人的教导呀，他都不想去听，所以呢，更能发现自己。那我们呢，无论是长辈的责备，还是下一辈的小辈的这样的劝诫呢，都要能够谦卑的来接受，成为这样的姿态。就算是一个小孩子来指责我们，来责备我们，如果这话是对的话，我们也要能够甘愿接受。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在战争里面呢，在最前方这个先锋的人呢，就是意味着死亡。那同样骄傲也是一样，他是败坏人生的先锋，一定要领悟到这点。所以呢，一向要成为我们谦卑的心态。那要做信仰生活的时候，有的人当中有离开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就是有骄傲，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人想的，以前我也是很好去信神，我也读了很多遍圣经，我很了解，我很明白，知道神，努力的去服侍教会，得到了牧师的认可，这样担当使命。有的人会这样说，但是呢，过去就算是再努力的过像生活，但是呢，现在如果说远离了神，那么就是说过去的信心呢，它不是真正的信心。更何况呢，也不能够说是呢，来知道神，认识神。那如果说是真正相信神的话，那就要知道有主的复活在临，天国和地狱也相信这些，所以呢，绝对是不能够离开神的。约伯记十章十四节说，若我犯罪，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那就像约伯所说的一样，若犯罪，那么神呢就会视为他是罪人。那神说呢，我们如果说犯罪的话，就是罪人；行不义呢，就是不义的人；行恶呢，就是恶人。
但是呢，在犯罪的人当中，犯罪的人他如果说是发自内心的悔改，就会得到饶恕。所以说，在约伯说并不赦免我的罪孽，那是不对的。约伯呢，就好像是说，我们一次犯罪的话是不能够得到饶恕一样。他所说的是这样的意思。那神呢，我们在犯罪之后悔改了又回头的时候呢，就像东离西有多远，他会饶恕我们，是不会记得这些的。还有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如此，我们的神呢，是以无限的怜悯饶恕，是以无限的怜悯和饶恕。那这里面呢，也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那么，圣经里面呢，前前后后都记录了这些内容。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一定呢，要从罪中归罪里面回头，行在光明当中的时候呢，主的宝血就能够以主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定要铭记这一点。那知道我们错了，说我错了，那么一般人都是说出来了的话就是说悔改了。但是父神所认可的悔改呢，不是只是在嘴上说认可了，我是罪人，说我犯了这样这样的罪，透露出来说出来了就完了，那么以后不再犯这样的罪才就可以吗？不是的。那不犯这样的罪，而且呢要去行与罪相反的善与真理。如果说是骂人的人，那么现在不骂人了，那所有的犯的罪呢已经得赦了，有可能得赦。但是想要得到神的认可的话呢，不仅是不骂人，那嘴唇上要说一些善的话，美好的话。但是有些人呢说，我这些方面做得不好，好像是不去行，但是虽然说不说出那个不像原来的那同样的行为，但是呢有相似的行为，说我已经悔改了。那在神面前呢是不能够得到认可的。那比如说我骂了人，骂别人，那骂人只骂人吗？那骂人的时候呢又让人痛苦，让人疲惫，这样的一个人虽然说现在不骂人了，但是呢还做着一些使人疲惫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别人在说什么的时候呢会皱眉，或者是说来诋毁他，只是说现在不骂人而已，但是呢依然还是让对方难受。那神不会说他已经悔改了，因为他没有回头，所以说是不能够得到饶恕的。那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以前呢在圣经里面所记说跟你的祭坛说的，那圣徒之间呢不要有金钱的来往，这是神的教导。那面临了那金钱上有往来，然后面临了这个经济上的难处，说是悔改了，我这样的有经济上的，我跟上头之间有经济上的往来，所以现在面临了这样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下呢还要说去欠债去借钱，那么这种情况能够说他真正的悔改了吗？好像是说去借钱才能够得到解决，这是动员人的，以人的方法呢来解决的方法。这样的情况下神是不能够给予帮助的。那我们在做信仰生活的这个方向呢，我们是要进入天国，我们要正确的过信仰生活。那在这地上的生活当中呢，也要神也要成为我们的一方。那我们在面临难处的时候要悔改回头，以神的帮助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想要得到问题的解决，但是呢依然是动员着所有的方法，神不喜悦的方法，还要选择这个方法的话呢，那神就没有办法去帮助了。那一定要记住这些，要成为一个，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悔改。那就像约伯所说的，在神面前说，我已经去悔改了，但是神还没有饶恕我。
神呢一定会饶恕说以及悔改的事情，但是呢要在神面前得到认可的完全的悔改，是回头的悔改才可以，那神才能够饶恕。所以呢耶稣呢也是在医治38年的这病人的时候呢，也说从此不要再犯罪，免得再得更大的病，也是这样嘱咐的。那马太福音7:21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如果说依然犯罪的话，就不能够说我信神所以我得救了。那接下来的约伯记10:15说，我若行恶便为玷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那在这里所讲的说，我若行恶便有了祸，那这是必然的。那圣经里面让有这个让以色列的百姓的崇拜偶像的，被以色列的亚哈王，还有呢不断的猜忌大卫，想要杀了大卫的扫罗，还有呢把耶稣卖了的家里人犹大，他们的结局呢都是非常的悲惨的。他们有的时候呢会让人看着还是不错的，但是结果呢都是按照公义得到了审判。10:1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但是接下来的约伯所讲的话说，我若为义，他仍然主张自己是义的。那之前呢朋友们呢一直呢在责备他是恶的，所以呢约伯呢说若这个词汇，说我若为义，那呢他这个时候呢是退一步的一个态度，但是这次呢又说他是义人。那约伯他一向认为他是义人，他认为他自己是义人，但是呢他呢抬不起头来，满心羞愧。那就是说看到了他的这个患难，为什么这样说呢？约伯呢自己认为呢是很义人，是善人，那直到面临试探之前呢，从很多人那里呢得到尊敬，得到认可的一个指导者，他享有富贵和名利，但是一瞬间呢得到了神的惩戒，财产全没了，儿女也失去了，妻子也没有了。那后来呢甚至呢长了毒疮，受多大的痛苦，他的朋友呢又去定罪于他，说你要回头要悔改，这样责备他，蔑视他，藐视他，他觉得他是很羞愧的。在世上人当中也是一样，事业有成功的人，说大话的人，那一夜之间他破产了，有了病，那应该多么羞愧呢？他们就不愿意有人来找他。但是呢说如果说是信神的圣徒，就算是面临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说他在面前，在神面前呢是坦坦荡荡的话，在人面前也没有什么羞愧的。那怎样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坦坦荡荡的呢？约翰一书3:21-22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约翰一书5:14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如此守诫命的人，那在神能够在神面前大胆的去求，就能够得到应允。所以呢就算是面临难处，那也不是说要躲避这样的痛苦，而是呢要献上喜乐感恩的祭，那么就会得到比以往更大的祝福。那在神面前合乎神的人怎么能够面临这样的难处呢？有的时候呢是为了得到更大的能力，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拓宽自己的内心，所以呢有可能是会经受这样的熬炼或者是患难的。那在神面前如果说是坦然无惧的话呢，就没有在人面前呢也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或者是说因为自己的一些失误呢经受熬炼，如果说是彻底的回头了悔改了的话，就没有必要说在人面前羞愧。
反而要认可自己的过错，要更加尽忠，付出辛苦，还有这样的熬炼呢，要更加迅速的来结束这些，那才是真正的相信神的人，是追寻真理的人。那现在的这样的难处，说这个人如果说定罪于我怎么样，论断我怎么样，说我的过错怎么办，这样羞愧，这样躲避是不可以的，那这是世上的属肉的人的一种行为。那自己如果说是追随真理的话，就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那在神面前如果说不犯罪行，在光明当中生活，在真理当中的话呢，就算是现在和自己的想法和人的想法不同，面临了难处，要更加的警醒祷告，更加尽忠而前行的话，那所有的熬炼呢就会成为惊人的祝福。还有我们人的立场上讲的话，论断人定罪于谁，那通过这些事情呢，定罪于人是不可以的，要得到这样的教训。那接下来的约伯记十章十六节说，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之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我昂首自得，那这是在属灵上呢，就是讲是骄傲。那么当然在这里呢，约伯呢没有说这个里头呢没有说认为自己是骄傲，他认为自己呢是知道的，主张是对的，追究。所以他说呢，神就如同追捕他如狮子一样，是这样的意思。那他把神呢比喻成狮子，这本身呢就是叫人啼笑皆非的话，百兽之王，那所有的动物的王，他狮子那是高大，身躯呢是高大的，叫声也是很响亮的，力气很大，在人来看呢也是很可怕的动物。那饥饿的狮子发现猎物的时候呢，就如同闪电一样跑过去，会抓住这个猎物。那柔弱的动物呢，它就很惧怕战惊的。那约伯呢就把神呢比喻成这种凶猛的狮子，就说它是神是恐惧可怕的，那如同呢在狮子饥饿的时候捕猎一样。神呢把他这生活得很义的这个人呢毫不留情的来抓捕他，让他遭受这样的痛苦。那人和人之间呢也会有这样的面貌，那有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得到认可，成为没有成为自己一方的时候呢，会对对方呢会很伤心，又觉得那个人太可怕了，那个人呢就很可怕，没有办法接近他。那这是一个好的评价吗？那就像约伯所说的一样，对自己不利或者是和自己的想法不同的话呢，就以属肉的想法呢去论断，然后把对方呢说成是不好的，这也是非常恶的，要知道。那约伯的话语当中呢，不仅是说埋怨神，也说人的心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恶的心的话呢，就对方对于对方的评价也是非常不好的。那大家也是一样，在信仰当中不只是说对于神，对周围的人这样的不好的一个表达，比如说在别人面前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不好，也这些方面也不要有，这也是非常不好的话，那在神面前呢都会成为最强的。那约伯又说，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那这样说，那这里头所讲的奇能呢，那就是如同九章里面所说的杖一样。约伯记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慌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那在这里面所讲的也就是约伯在抬头的时候，那认为自己是对的，这样追究，那在敌对神的时候呢，那神呢就用奇能呢加增他的痛苦。那奇能是什么呢？神迹和奇事来彰显的时候呢，就会将荣耀归于父神的。但是约伯他所说的是什么？神呢以奇能加增他的痛苦，就好像是被狮子追捕一样，那在身上的毒疮还有那流脓流血的时候，他就更加痛苦。
那在神面前呢，在昂首自得的时候，那神呢就会用这样的奇能让加增他的痛苦。那么大家在信仰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有违背真理的时候，大家也是会有加增自己痛苦和苦恼的，大家应该有所体验。那如果说有一种肉体上的某种疾病来面临的时候，如果说悔改的时候呢，就会得到医治。那如果说因为神呢是知道人的内心的，所以呢让他呢好了一些，痛苦消失了很多，或者是说皮肤病呢，那瘙痒呢消失了，现在觉得好了很多了，但是呢不是完全得到医治。那么体验到了神的恩典的话呢，现在从此呢要更加的去努力不停的祷告，但是呢却不是这样，但是呢还是闪电。那好了一些之后呢，又会停止祷告，又会追求世界，那比以前呢就要更加的不好，像约伯的话一样。那就像说神呢会加增他的痛苦，在得到医治的过程当中呢有所经历的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是一些耿直的人的话呢，神呢就会呢一次性的给他得到，让他得到医治。那要想一想自己的面貌是怎样的，通过约伯的面貌呢，我们要查看一下我们自己。那如果说在大家当中，如果说有像约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告白，如果说面临了试探患难，那一定要寻找悔改的地方。那还说一些不合乎神的话的话，更加的去发出恶来，那就会更加的苦恼。比如说有人骂你，让你很辛苦的不忍耐，如果说一同发血起去对抗他的话，心里面有多苦恼呢？那神也是一样，神说要爱你的仇敌，但是不是自己的仇敌，甚至呢是自己的信心的弟兄，这样和他去争吵，那自己里面的我们里面的圣灵当然就会叹息了，就会很痛苦了。当然了，我们要顺从神的话语。箴言十六章七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是他的仇敌，会与他和好。那么就算是说很困扰，那很辛苦的话呢，也要能够凭着想着这里的话语，以善能够战胜。耶稣呢为了人们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也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还有斯蒂凡其实呢也是一样，无辜的被石头打死的情况下呢，也是呢为了用石头打他的人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样做了祷告。那这样的主和斯蒂凡其实是怎样的面貌，我们在想着这些去包容对方去爱他人的时候呢，神就会看着大家的善呢，就会主管对方的内心，那对方呢就会来到你面前屈膝悔改，让他回头。那如果大家也是和对方一样，一切发出恶来对抗，发出恶来的话呢，那么就没有神做工的道路了。那如果我们完全的遵循神旨意的时候呢，神就会做工，仇敌魔鬼撒旦呢也会退去，一定要铭记这一点。但是问题呢是在熬炼当中，不断的选择恶的方面，按照自己的感觉，按照自己肉体的意念，接受自己的肉体的意念，伤心，然后呢就用嘴上呢又全都说出来，又去谈论这些，说这些，然后和对方去追究，去想要分辨是是非非的。但这样的话呢就会渐渐的更加苦恼啊，在这样的时候呢一定要闭嘴，然后呢不去想想想自己的是真理的想法还是非真理的想法呢，要查验自己，然后要按照父神所愿的真理的方向去选择，那这样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帮助，得到解决。那在经受熬炼的时候呢，老想选择属肉的方面，要按照神的方法去选择，自己好像是损失了，好像是输了一样，那你想呢这个问题要怎样得到解决，那属肉的问题又怎么来去在属肉的方面去解决呢？那这样的时候就不要想去得到神的帮助，那我们是神的儿女，要用人的方法去算是不可以的，用动人属肉的方法是不可以的，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成事吗？动员这些肉体的想法呢，没有说按照你自己所想的去成事，但是如果说神做工的话呢，不能成的也能成。
和自己的仇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人，行恶的人，那自己的常常都是呢，就是痛苦这样的一个人，要跟他去争辩吗？要跟他去对抗吗？这就是属肉的想法。但是呢，默默的忍耐，以真理来尝检验自己。那想想我们耶稣十字架之上的多么祷告，想起我们斯蒂芬执事的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羞愧。我们呢，拿着比着小的、再小的这样的事情的伤心痛苦，去谈论对方、恨对方，这样在彻底的去悔改的时候，那要就要选择真理了。那想要去成就和睦，为对方做祷告，要查看自己有没有让对方伤心。那这个时候神在介入的时候呢，问题呢就会瞬间的得到解决。那么大家呢也要得到父神和圣灵的帮助，但是约伯却不是这样。想要去对抗神，那在昂首的时候呢，神就会欺压他。那什么是错的呢？不是神去欺压他，而是呢自己没能够发现自己，没能够得到神的作用、神的帮助，要悔改回头的。但是约伯呢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约伯呢在大能的神面前，他有呢惧怕战惊的心，但是这种惧怕和战惊当中呢，他仍然呢还是在抱怨着、埋怨着，这是非常神奇的。那约伯他也不是说不知道神，他也是知道神的，也惧怕神，但是他仍然在抱怨、埋怨神。这就是我们人类。还有呢，在这个经受熬炼的时候，人呢不会察看自己。那现今也是一样，那听了真理的话语知道的人呢，他还有一些惧怕，有节制抱怨的话，但是呢完全不懂神的道的人呢，他是没有任何的惧怕去敌对神。那有的人呢分明是有信心来着，那行恶犯罪的时候失去了信心。明明他是知道神的，但是呢却也是呢不惧怕神的去抱怨神。那看到这样的圣徒，那看圣经呢，在面临试探患难的时候要怎样做呢？诗篇五十篇十五节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也要荣耀我。雅各书五章十三节，查考一下圣经。还有诗篇三十四篇四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那这样在面临患难的时候呢，不是说咬牙就挺住，不是说去抱怨，要祷告感恩，那就会从一切的难处当中呢来搭救我们。大家所面临的这样的难处是什么？是疾病吗？是怎样的痛苦呢？是物质上的难处吗？那陷入了患难了吗？那家人的不和非常痛苦吗？那像现在给大家读的这个经文一样，要在神面前呼求祷告。父神，有为我的恶没有遵行您的话语，说是做礼拜了，也没有献上心灵诚实的礼拜。虽然说知道神的话语，但是也没有去遵守，也没有说真实神的话语，没有办法说自己是神的儿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求父神饶恕，要呼求流泪痛悔祷告的时候，那神呢就会伸出怜悯的手。那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有时候太难了，太累了，那这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吗？那周围的人呢，只能会更加的惋惜。那现在开始呢，一定要更加智慧的，直到自己的熬炼结束为止，忍耐着，要更加的呼求祷告，要得神的喜悦。我们呢，要顺从这样的神的话语，在这样的好灵面前遵守神的旨意的话，神就会做工，将错综复杂的问题呢来给予解决，来忏悔罪，将痛悔
他在神面前更加警醒祷告，就能够生活在光明当中。是呢，反而呢，说是误会神、抱怨神的话，神是没有办法去给予帮助的。神为什么让我这样辛苦？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困难呢？这样去埋怨、去追究是没有一丝的益处的。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面临难处的时候呢，他就埋怨摩西，并且敌对神。百姓们出了埃及过红海之后呢，他们的体验的还少，信心的还是信心小的状态，这样的阶段呢，就算是埋怨神，神也得到了饶恕。但是呢，在不断重复的体验了神的全能之后，信心成长之后呢，还在敌对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惩戒了，就好像是以卵击石一样。那要是在离弃埋怨神，那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经常跟大家说，要不只是说对于神，就像出埃及的第一代，对于神，对于摩西，他们想要呢，用石头呢来打摩西。不断的去埋怨摩西，那对于牧者，如果说有这样的不平和埋怨，那也是对于神，圣经里面是这样记录的。那这样的话呢，问题是得不了解决的。不仅是这些，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环境，对于人，那对于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怎样怎样，因为他怎样，那这样的情况下，神也没有办法来介入的。那所有呢都是不平不满，这样的时候是不能够得到解决的。有的人说呢，做错了，我错了，但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自己受害了，自己痛苦，这样好难，那都是自己的，没有说这是自己的责任，那神是没有办法去做工的。所以呢，大家呢在对待神的时候，对于仆人，对于环境条件，周围的人，不平抱怨，这样愚蠢的行为，大家一定要离弃。相反，如果说是以善得神的喜悦的话，那神呢就会非常的喜乐，而会尽情的赐给祝福的。那面临着难处，那在自己面临犯罪的时候，面临难处的时候，回头了，也悔改了，没有归咎于谁，而是呢认为是自己是错的，那自己的不足，这样谦卑的放下自己的话，追求善，尽忠，付出辛苦，那么神呢就会赐给大反转，更加爱他，抬高他，并且赐给祝福。那约伯呢，把神比喻成凶猛的狮子，那这回呢又比喻成说这个动员军兵攻击他。约伯记十章十七节说，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者攻击我。那这里面所说的你重立见证攻击我，那这个重立呢，就是说神的使者，还有这里面所讲的重立呢，就是更换者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使者呢，就更换着神的使者来攻击着他，就好像是军兵更换着这个攻击他，然后向着约伯这个目标呢发出愤怒一样。还有约伯记十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那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神为什么让我出母胎呢？那如果说我没有出生的话，那就会气绝而死，那一出母胎就会埋入坟墓的。为什么赐给我生命，又让我面临这么大的痛苦，要这样的生活呢？这样的追究埋怨。那这话呢，在约伯记三章里面说，在约伯呢诅咒自己的生日，而且呢埋怨使自己出生的父母，还有赐他生命的神。
하나님께서는 섭리 가운데 인간에게 생명을 잉태할 수 있는 神呢虽然说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呢给人们能够怀胎的这样生命的种子，但是呢，生不生孩子呢，都是按照父母的意志的。 不会说谁在胎中就死，或者是说谁怎样活，是不会进行干涉的，那都在属灵的法则之内呢来主管的。但是呢，世上呢，不信神的人呢，有的人就是在面临洪水或者干旱的时候呢，他们就埋怨说天公不作美，这样向着神埋怨，向着天埋怨。还有呢，很多人当中呢，说在结婚事业和家庭的问题呢，在不顺的时候呢，就 会埋怨神，那自己好才结的婚，如果说是在过了很一段时间不太好的时候，就会埋怨神，说神这个时候阻挡，神如果阻挡了有多好呢？那自己呢脱离了正道，事业上面临的难处，又说神不保守，这样不平不满。那有位圣徒呢，也是写了这样的信件，我也没有办法呢给他这个回信。那台上呢在出现这样的内容的 时候呢，自己呢投资投的，因为自己的贪心呢，没有钱，然后呢又买了房子，想要去贷款，然后呢却没有贷下来，或者是买了房子没有钱，想要去租全税房子，全租。 那全租这个人出去了之后呢，没有钱，他没有办法把这个钱还给你，那就面临了很大的难处，因为这个钱呢没有办法说进行贷款呢，或者是说融。现在呢，就是有，就是比如说房子，或者是说那股票之类的去炒股，面临难处，想要接受祷告。我们呢，祭坛呢，经常就说，通知我们牧师进行教导说。 虽然没有说呢做股票呢是犯罪，但是呢做股票呢，有人赚钱，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在这里面赚不到钱的，所以呢，圣徒们呢就不要说轻易的就去做这个股票。股票呢是比较具有专业性的。去年开始呢就有很跟风一样的去做股票，有收益的时候。 有的人说面临了难处，投资的都亏了，怎样？投资了很多，现在就剩了不多了。有很多这样的新闻。那在台上呢，经常呢都跟大家说，那要按照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氛围这样做，以自己的贪心去做，去投资，那自己损失了怎么说？ 那你自己投资的这个公司赐给他祝福才是好的，神吗？自己所运营的公司，那有可能要求呢，进行祷告，说求神赐给祝福，这是有可能的。那自己投资的公司，神赐给祝福，那是没有办法这样的。你也想要买哪里的？ 股票的话呢，一定要进行一个很好的调查，然后再进行。如果说是做那些的话，尽忠的时间就是少了，所以呢，主仆人呢，绝对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主仆人们呢，是全心全意的做神国的事情，是不会不能够做那样的事情。那作为主仆的话呢，只能够呢是。 更加亏欠神的，那以自己的贪心去开始，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呢，是完全的卸下自己，说这是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以后就不要再碰这些了。但是呢，又怎么说呢？我做股票呢，赔了很多钱，但是我现在我再去做股票，可不可以呢？这些都是你自己来决定的，我也不是。 自己呢，不是专家的话呢，就不要轻易的去投资。为什么现在说投亏了钱，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为一开始有投入的钱呢，已经亏了，想要从这里面呢去保本，所以说呢。
追回一点损失还要去做，要按照自己所需去投资，那自己要成为一个专职的人员，然后再去做不懂，然后呢就盲目的去投资，那去亏了或者是输了，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在世上生活教徒们之间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可以的，而且呢都是这样的去教导去来这样的正道讲解呢，说是不可以这样圣徒之间有金钱的来往，在神面前呢都是一个大的最强，是没有办法得到祝福的。这些事情呢不应该有，也不要说因为这样的内容呢去接受祷告。那自己投资了输了，那如果说赔钱了，那怎么来给他做祷告呢？因为呢我在看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办法说给你做祷告。那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自己里面的贪心，那这样的方面呢要怎样呢说智慧的去挽回一些损失呢？还有呢在此后在这坛上所教导的一些话语，他的不要说过度的去刷卡，刷这张卡然后赌那张卡的钱，不要这样。那主牧师呢都是以真理来这样去教导，所以呢说如果说不是有大的房子，只要说有自己住的地方，然后三餐吃饱，要自己要自足，这样生活要感谢，要感恩的来生活，在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条件当中感恩的去生活。别人去海外旅游你也要去海外吗？那么如果说不能去海外旅行，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幸吗？如果说是没有那种贪心，在自己所给予的环境里面呢智慧的去生活，要就近去服侍栽种在神面前的时候呢，自己会得到祝福的。那就我们圣徒们也有得到这样的祝福，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圣徒。像约伯一样这样不平不满的人，那如果说事情办得很顺利的话，就是自己的能力；如果说是不好的话呢，就会埋怨谁？埋怨国家，埋怨父母，埋怨对方，埋怨社会。然后呢又会说因为他因为谁因为怎样怎样他让我面临难处，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发生各种问题的话呢，一定要从话语当中呢寻找这个原因。那我们的神呢希望我们所有人都会得到祝福，都会亨通。那要按照灵魂兴盛的程度呢，凡事才会更加兴盛，能够得到强壮的祝福。那就有这样的一个灵界法则，灵魂兴盛。那圣经里面说，人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祝福咒诅是怎样临到的，想要得到蒙福的人生呢是怎样来生活，还有疾病的理由面临疾病啊，得到医治的方法是怎样的，想要拥有天国的话要怎样来生活，还有生命记28章里边所讲的人的吉凶祸福的公式呢是都能够知道。那么要能够倾听神的话语，要遵行神的戒律，那就会让你成为超乎万民之上的人，让你得到各种祝福。相反，如果说不顺从神的话语，去违背他所有的命令和律例的话，就会临到咒诅。那如果说面临任何的灾难或者是咒诅的话，那就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在撒旦的控告当中自找的一个结果。那不要是认为自己是做对，不要主张自己那违背神的旨意的方面是怎样的，一定要祷告寻找各种方面，然后来悔改得到问题的解决。约伯记10章20到22节说，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听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那这里面所讲的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那所讲的人生不过几十年。那约伯自己呢想要说
能生活多久的意思。要说我的年龄也很大了，离死也不远了，不要说别毫不留情让我在这个地上生活期间呢，也让我能够畅快一些，让我幸福一些。那自己将要死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黑暗的、阴沉的、没有盼望的地方，那又让我不受痛苦这样活一段时间再死去，就不要管我这样诉苦。那他知道他要进入这个黑暗的死亡之地，他好像是明白真那个来世一样，好像是知道神一样，但是呢他因为是他不知道天国和地狱的存在，那如果他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所以呢他也没有对于这个永远的刑罚之地地狱的一个惧怕，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盼望。那如果说是像约伯所说的没有天国和地狱，人呢只是归为无，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呢如果犯罪，那就会与世俗妥协，享乐而生活。那格林多前书15:19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信神的人呢，就是更可，就是非常可怜的人。信神的人是努力的去传播福音，去侍奉，流汗，去献上十分之一和现金，不以世俗妥协。周日呢也不会出去玩，然后在神面前做礼拜。如果说没有天国的话，是多么愚蠢、多么可怜的人生呢？但是我为大家呢，是明明就知道天国和地狱，也知道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也知道天国是多么美丽，有多么荣华。相反，地狱呢也是多么惨不忍睹，是多么悲惨的地方。那么我们要如何生活呢？面临世态患难的时候，也不要像约伯一样埋怨叹息，而要常常喜乐感恩，成为变化的果子。通过熬炼要成长为更加坚固的信心，要领悟到神的爱和旨意，要更加的火热，更加的去爱神。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独生子耶稣的牺牲，差遣圣灵，还有引导我们到美好天国的神的爱，而且要去报答，成为这样的我们。那下讲呢，讲11，那11里面呢约伯的朋友们当中呢有一个新的人物登场，那个朋友呢对于约伯的话呢是怎样说的呢？我们下一讲来进行查看。下面讲结论，约伯他不知道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痛苦。那神是活着的神，是公义的神，因为知道这些，自己敬畏神也是生活的很善很义的，为什么要面临这样的痛苦呢？他就算是怎么想呢，他也是不理解。那最终呢他就埋怨神，一直认为那是公义的神来着，但是怎么不是啊？神是爱善的，善的慈爱的神是善的，但是我为什么我现在我所了解是错的，这样埋怨叹息的。那在这个人类工作的地方，虽然说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去领悟的，但是如果说真正去相信神的人，在任何的难处面前呢，在神面前也都是对于神的信赖也都是绝对的。面临熬炼和难处的时候呢，会更加追随真理。那这个就算是时间流逝呢，也绝对不会改变的。那在这样的时候呢，神就会说你是效法我的真儿女。以赛亚书55:8-9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我们呢，以短浅的人的想法去论断神是非常愚蠢的，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只凭信心和善，在神的话语当中以神博大的心去理解去爱，成为神所喜乐的真儿女，成为这样所有的圣徒们，思考话语，一起来做祷告。
무서운 사자를 빗대며 또한 군대를 빗대어 하나님이 나를 괴롭게 하시고 두렵게 하신다라고 말하는 것을 보았습니다. 얼마나 어리석은지요. 연단할 때 이러한 성도들의 모습을 봅니다. 자기의 잘못, 자기의 부족함을 찾지 못하고 환경과 조건, 사람을 탓합니다. 하나님에 대하여 원망합니다. 그리하면 도무지 이 문제를 해결받지 못합니다. 우리는 그런 어리석은 자가 아니라 하나님의 뜻 가운데 말씀 안에 답을 찾는 지혜로운 성도들이 되게 하여 주옵시고, 당장 현재는 아버지의 뜻을 다 깨닫지 못한다 할지라도 항상 우리를 사랑하시고 좋은 것 주시는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을 인정하여 오해하지 않으며 더 빛 가운데 진리 가운데 변화되는 복된 성도님들 되게 하여 주옵소서. 감사드리며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당회장님의 환자를 위한 기도를 받으시겠습니다. 接受着牧师的患者祷告，有病的人、有疼痛的部位，请把手放在上面来接受祷告。没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了成就心中的心愿，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通过InterWeb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之上电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病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静静、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的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等医学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 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的炎症也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些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 是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也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活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求做工部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自己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抽屉魔鬼撒旦公众掌权的中恶魔都退去，他的众使者也退去。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晃诡诈的灵，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力气、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的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通过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焰、天兵、天使、烛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和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够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于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아버지 하나님 감사합니다. 홀로 영광 받으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만민 찬양 64장 찬원민 찬매 64소 善 本为光阿爸父神的心，没有一丝黑暗的心。凡是信主的人都愿效法美丽的良善之心。比那宝石更美丽的心，没有一丝黑暗的心。凡是信主的人都愿拥有美丽的良善之心。散发着父的馨香，散发着主的馨香，良善又美丽的善的馨香。我渴慕成就在我心，在我心。阿门。阿门。이시간은남선교회주간제20일의말씀퀴즈대회시상下面有南宣号南宣教会主办的第二十一届经文竞猜大赛的颁奖仪式。지금부터남선교회총연합회주최제20일의말씀퀴즈대회시상식을시작하겠습니다现在开始进行南宣教会主办的第二十一届经文竞猜大赛颁奖仪式，请按照获得奖的顺序来到台上来。这次的大赛呢，是本教会和支教会很多圣徒们一起参加进行了大会，通过预赛，还有本教会的三十九人，他们的实力。然后进了有十九名进得了大奖一名，金奖一名，银奖一名，铜奖一名，奖励奖三名，还有呢进入决赛的最大年龄还有最小的年纪各一名，有一名和两名的得到了鼓励奖。有耶稣教大学李守贞牧师来进行颁奖。首先是大奖获奖人员请到台上来，向获得大奖的人授予奖牌、奖金、奖牌还有奖金120万，是大田万民教会河南省传教士。参加了此人在南宣教会联合会主办的第二十一届经文大赛当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奉主的圣名颁奖。此奖2022年9月18日准会理长李三路牧师。下面是金奖颁奖，有奖牌还有呢奖金100万元，请到台上来。金奖大田万民教会帕根娘牧师同上。下面是银奖，银奖呢得奖呢是有奖牌还有呢奖金70万元，请到台上来，前面来。은상중국이교구장계화银奖中国二教区姜太华执事，其他内容同上。동상시상입니다동상接下来是铜奖颁奖，有两名，有奖牌，还有呢奖金50万元。동상최종이대대십삼교구장主仆二大在十三教区程锦宁牧师，以下同上。
네, 동상 대전만민교회 통장 다시 다태 외면 교회 안계현 씨시 이하 통상. 네, 이어서 장려상 시상입니다. 接下来呢是鼓励奖。 상금 10만 원 됩니다. 入围的人呢有 3人, 有 奖金 10만 원. 네, 장려상 만민중학교의 2대대 장려상 만민중학교 2대대 시교시 고칭시 지시 이하 통상. 네, 장려상 만민중학교의 장려상 만민중학교회 4가난 전교회 진일도 지시 이하 통상. 네, 장려상 만민중학교의 장려상 만민중학교회 3대대 16교区 허혜정 지시 이하 통상. 네, 다음은 격려상에 대한 下面呢是鼓励一奖是在进入决赛的当中呢有最年长者一名还有呢两位的年轻人最高的人是光州万民教会 김춘례 执事 77岁 最年少呢是光州万民教会 서원빈 弟兄 22岁 서원빈 弟兄 请到前面来 네, 경려상 광주 만민교회 서원빈 광주 만민교회 서원빈 弟兄 이하 통상. 네, 다음은 단체상에 대한 시상입니다. 下面呢是 단체 단장. 총선 참여율을 적용하여 결론 결과 2대대 교구가 선정되었습니다. 요 유선 결사 등등 라이 네. 상금 50만 원 단체상 요 장진 50만 원 2대대 교구 네, 수상자 전원 부총회장님께 인사 대장은 전체 상 대회장 경리 리정 상 부총회장 경리 네, 뒤로 돌아서서 성도님들께 향후전 상 성도문 경리 박수로 뜨겁게 성도문 칭 다자 용 热烈的 장성 축하 타문 리정 상 성도문 경리 네, 수상자들은 자리로 돌아가 주시기 바랍니다. 获奖人员请回座. 礼拜后获奖者全员呢，和李守贞牧师呢进行拍照纪念照。亲爱的圣徒们来，明年的第22回华语大赛呢，和今年一样，希望更多的圣徒们呢能够进入决赛，会更好的准备。希望圣徒们都能够带着更大的关心呢，多多参加。 第21届话语大赛，参加的人呢，所有人员向你们表示感谢，还有得奖的人员，祝贺你们，还有也向主办方，我们南学教会表示感谢，大家呢应该都是很想知道，创立呢是怎样进行的，大家都非常的希望的能够聚在一起做礼拜，今天是40周年，所以呢我们呢，我们呢有2周的祝贺的活动。 就像现在一样，在录影棚里面来做礼拜。那晚礼拜呢，我在正道。那二部活动呢，我们呢来制作了影像。那万民的40年的历史呢，我们通过影像呢可以看到来做着准备。还有16号，主日的时候呢。 大家呢，在各个处所做礼拜，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到釜山体育馆呢聚在一起，我们做完礼拜，然后二部呢有艺能委员会所准备的演出，那将荣耀归于父神，还有在三部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各种活动，大家也知道，然后呢，在二部结束之后。 比平常呢会晚，那三步的时候呢，在现场，也像，希望大家呢知道这个时间进行会比较晚的。那如果说有家人在家的话呢，要提前准备好晚饭，还有呢，大家所回去的这个路上呢，也要能够一些零食的吃的呀，大家准备一下就好了。还有仔细的内容的话呢，隔身教会还有聚会呢，来进行一个传达，大概的内容就是这些。还有呢，2周时间呢，我们会进行创立的礼拜，还有是。
10月7号星期五，还有10月13号星期五，都是以特辑的来准备的。还有准备活动的这些人呢，为他们做祷告。为了现金来做祷告，阿爸父神献上十分之一奠金，各种感谢现金，各种现金，救济赞助现金，圣殿献出现金，极限广播现金，宣教现金，还有锁定的现金，求父神亲自按手赐给乡间下流溢满的祝福，成就心中的心愿，垂听他们的祷告，家庭事业和工作都能够得到保守，得到祝福，十分之一条件不断增加，感恩事项不断增添，按照所行赐给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阿爸父神，两周间我们会献上圣灵充满带领祷告会，求父神赐给应允和祝福，祝福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遇见主，体验到神。作为万民的羊群，怎么能够有疾病、贫穷，在担心、忧虑当中生活呢？我们不能够这样。然后在父神面前，所有的罪墙也能够拆毁。通过这次圣灵充满祷告会，我们都能够变化成为神的真儿女。引导的院长也赐给圣灵的感动和充满，赐给生机，赐给能力，能够彰显痛悔的做工。你圣灵的活喜临到所有的圣徒们，不只是在按手的时候，在通过画面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同参礼拜的时候，在各个家庭、各个处所、支教会、支圣殿做祷告的所有的人，在无论在任何地方做各种的礼拜，求父神赐给应允。还有准备恩赐聚会的人们，还有在我们线上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也求父神赐给应允，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心中的心愿也能够得到解决，无论是谁都能够得到应允和祝福，成为蒙福的嘴唇，圣灵的能力同在，赐给他们祷告的能力，不要找任何的借口。那在海外也有很多的地方呢，就算是在逼迫当中呢，也是在做着想生活，我们要警醒，在进行敬意做祷告的时候，虽然说不能够聚在圣殿里面进行的做祷告，我们都能够成为上达到主宝剑前的属灵的更深层次的祷告，成为这样的圣徒们，求父神他们得以变化，能够成圣，能够成为父神所悦纳，成为喜悦的只生神圣的儿女，还有所辛苦的服侍的人员也赐给天上的奖赏，还有所交托于他们的使命也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进行，还有呢 CCN 还有所有的人员也赐给能力和恩典，还有通过画面全国全世界同参的所有的支教会和亲爱的圣徒们也赐给同样的恩典和充满，一起做祷告也是我们的时间，还有像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欢迎新友，读到登录者的名字的时候，请从座位上站起来，祝代行为祷告，并且欢迎您。神的儿女登陆到世主身体的祭坛，此刻在天上也印证为万民中央教会的羊，求神赐下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站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界的力量、恩典和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成为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又蒙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
下面要通知为了得到应允的和祝福的圣灵充满祷告会，由万民祷告院院长来引导进行2周，希望圣徒们多多参与。准备赞美是8:40开始进行，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主日晚礼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아멘. 권세와 영광이 아버지께 영원히 있사옵나이다. 아멘.